哇，哎，大耳朵，哎，在一起。哦，大火真在一起。你看看你的大耳朵，啊，看看你的大耳朵，在一起呢。这耳眼。啊，你看的多眼羊，然后你过来就给你弄了。这手感特别好，这个手感是真的，是真耳朵，粘得牢。那、啊、我们接缝，完美的接缝，完美啊！嗯，你看，没一根儿，粘得不错。看，嗯，多大？嗯，跟手一手一边大哈。摸一摸身上，都说我们这个毛像猪毛，我也没摸过猪啊。软呢，我们多柔软。我觉得远，你看这毛，看，看我们，哎，我们大虎子身上的毛毛还可以，不是很硬。嗯，我觉得不硬，我觉得大虎子毛毛不硬。嗯，哎呀，哎我虎吃的好的，哎呦虎吃的好的。来摸个耳朵，哎，摸个耳朵，嗯，哎，这大耳朵，你看看，哎，这大耳朵，在这个位置上，不让碰，有个耳朵眼儿，有，我们是有耳眼的。嗯，虎啊，你给看一看，是咱是有耳眼的啊，虎啊，你耳眼在哪儿啊？啊，大虎子，有耳的眼儿啊，有耳的眼儿。哎呀，这大朵朵，你听着谁的声了啊？虎，哎，耳朵后面呢？你放慢慢比一比，哎，你看这大耳朵，你今天这耳朵真危险。要训他吗？训完啊，训完了，那我可以再和他玩会儿。嗯，你说他这个毛，我也没摸过猪毛啊。他们说和猪毛一样硬，但是我觉得还行，不是，软一些的，不是很硬的啊。金虎的毛毛不是很硬的，我觉得应该比猪毛是软一些吧。哎，但是手臂上的毛应该是长长的毛，应该是硬一些的。嗯，而且我们金虎的小耳朵很有弹性。虎子，你看，特别 Q 的耳朵。哎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给大家伙看一看，耳朵可有弹性了啊。嗯，哎呀，小耳朵有弹性的，看这有接缝，看没看见？我们这耳朵是原装的啊，我们这耳朵原装的，给你们看一看啊。嗯，它不是粘的啊，原装小耳朵。你看我虎吃的好，哎，这虎今天表现怎么样？再摸一个耳朵，哎呀，乖的啊！再摸个耳朵，嗯，我们金虎的这个毛毛哈，一点也不那个什么，一点也不硬，我觉得不是猪毛的感觉。要不然我回头去找个猪摸一摸，给你们对比一下，哈，嗯 ，QQ 的大耳朵，嗯，乖的啊，你挠挠吧，哎，挠挠舒服舒服，哈，哎呀。哎呀，我虎舒服的啊！哎呀，虎舒服，舒服，你看你跑了。这是他胳膊下面的毛毛，但是也不硬，也不硬。哎呀，这还挺暖和的。嗯，不乖的，嗯。哎呦，我乖的，嗯，乖啊。
好好吃饭啊。好好吃饭。哎，虎乖。对，就刚才是说你乖啊。虎最乖了啊。乖了，吃吧。